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什么东西都要做，而且我的广东话又很烂，不会讲啊，所以是师傅啊讲广东话要的东西我都听不懂，所以有时会给他们骂。不过久而久之我也就学会了啊，就比较好了。但师傅看我比较勤劳，就升我去做别的上家的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时常忘记掉郑国龙不过呢久而久之就自己control 到时间就会觉得没有怎样了。在厨房很忙的时候同事呢就会互相帮忙所以时间很快就过了我很高兴在翡翠这边工作20多年谢谢翡翠让给我这份工作。我祝翡翠25周年生日快乐。